到那个广州塔楼下了，然后这俩人玩那个跳伞，我觉得怎么可能跳伞呀，应该是滑翔，然后赌就是谁输了，谁输的人给赢的人买奶茶。如果都输了，如果都输了，不买吧。哇，酷，哇，酷，棒啊，真棒！这个有点东西哦。是是，我是怕我鞋子也磨。小心。Thank you.